本期将近一个全新短剧玩法 3.0 版本，轻松日入1000以上一个项目，私域零成本操作，全程干货啊！短剧现在是非常火的啊！现在的话，我们去操作一次的话，也是能够赚钱的。啊、我们最近操作的是一个最新的方法，最新的方法就是我们从公运平台引流，然后对私域变现，在私域把这些短剧合集打包出售给客户啊。对于在小程序充会员的这个这套套路的话，价格更便宜，而且得到短剧资源是非常很多的，就是卖短剧资源，就是卖这个下载好的。大家看，这30分的收入啊，35000多块钱啊，非常猛啊！9.9单部剧啊，66整部剧啊，不是所有的剧，598可以收徒。大家看看，收徒598，打包一部剧99.9啊，打包的话66啊，非常猛。我们看看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转门工作、视频的制作啊，注意事项及变现都有详细的讲解啊，还有课程需要的资料也有。软件不会办怎么办啊？剪映全部都提供，非常简单啊！只要需要的就是坚持操作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短剧玩法3.0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